哎，Smalling，有你的包裹哎。啊？那是你知我开了足多钱买这个物件啊，偷偷的开。便便，这个真的很棒。哎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Smalling 的挂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。你到底买什么？我被鸡鸡猪。啊，你花了那么多钱就为了要看鸡鸡？嘿啊。真的假的啊？鸡鸡好看哦。先跟大家讲，我上喜欢的动物就是鸡了。我跟鸡的缘分就是我小孩的时候有吃很多鸡，什么款的都有，什么色的都有。所以我跟鸡是有一点啊感情哦。今天就是要来开销这个非常远很远的所在来的鸡鸡，意大利来哦。意大利哦。嗯。我等了半年，终于来了。哦。哦。See？ 这个就是 chicken。真的，它就写 chicken。chicken。哇，足叮当的，有一公斤吧？哎呀，你看伊的封面，哇，足水的，有羽毛的刻痕哦，精装本的厚皮哦。基本就是为意大利来的鸡鸡猪，其实就是鸡鸡写真集呢。基本鸡鸡写真集是台币2600块安尼。好，今麦要被拍开来欣赏了。啊，哦，哇，那质感足好诶哦。哦，鸡卵诶，甲鸡的毛毛。哦，这就是母鸡。这脚也太粗了吧。哇，这个融入背景哎，就哦，这个鸡，我靠，这个有一种慈母手中线的感觉，哎，叶卡足长哎，叶卡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哇，拢是写真啊，这个毛的色足特别哦，足派的，这个就是鸡版本的基地。后面有介绍的什么款什么种的，哇，好多目录哦。好，可以增进我们对鸡的了解以及鸡的认识。没有想到有什么。你学会了吗？谁要学啊，有病。基本就是今天你开销的2600块的意大利设计师 Sit Down Please。 你确定是 Sit Down Please？ 可是人家 Sit Down Please 只是会设计龙虾装，你确定他会拍这个？好啦，我说算了，不是 Sit Down Please， 是很多 Sit Down Please。 就是所以是 sit down please。 sit down please。 我还是认真的讲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能侮辱人家的 masterpiece。 他就是很多对鸡有爱的摄影师，他硬去拍出来的，我感觉很大的压力的鸡鸡写真集的开销就到这咯。好，再继续开销有的没的哦。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很非主流耶，你怎么搞的啊？对啊，我开销的东西就非主流啊，谁要买这东西啦？我啊。我会垮吗？鸡鸡写真集耶，你是不是自叹不如？对，我不好意思说。好啦，今日人家比就到这咯，大家下看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今麦来投票，大家感觉这个2600块的鸡鸡写真集够唔值？你要买无？投票，店员投票，你觉得值得吗？260 OK 啦。260你的头。你这样子对待艺术，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写真集有这么便宜？我跟你讲，我不是看不起艺术，而是我不喜欢鸡。OK。那是这个是。鸟啊，写真集可以？哎、欸，1500可以？1500可能只有1/3本吧。耶、yeah ，今天晚上好好看喽。